说您，哎呦，真不是，就这么定了，定了。哎，好好好，这样，您把照片呢用微信给我发过来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又来好货了，光哥，叔叔这回来什么货？比你之前的货。光哥的货呀。 个个都比我值钱，哎呀！哎呀，不愧是万兽之王啊！看看这左毛，闪着耀眼。 金光的，脱光光，脱光光，放你个屁！去，立刻把这个人给我找来。 薛总啊，听说您要招待两位重要的客人，我可是第一个通知您的。哎呀，应该的。您是我们的金牌会员吗？别跟我联系。这样吧，我给您预留3个位置啊。等开席的时间到了，我再电话通知您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就这样。谢谢帝都的老师和师傅们。其实我做菜的原动力就是我女朋友。还有我丈母娘，让他们高兴，他们愿意吃我炒的菜。 小苗了吧？这回我能娶小苗了吧？
喂，左边第二个瓶不是盐？我也记不住了，你尝尝不就知道了吗？我告诉你多少遍了，调料瓶不要乱放。爸，我还有事呢，我先挂了啊。喂，小兔崽子！ 哎，上花小吃啊，老姜啊，给我来个土豆丝盖饭。当年我太爷爷啊，在宫里当个御厨，这道手抓肉片呢，就是我们城市菜系里最具招牌的一道菜。抓肉的力度、肉片的薄厚大小，都会决定菜的味道。然后稍加腌制，即可放入大火中爆炒。 师傅，你太厉害了！谁是你师傅？唐僧啊！师傅可不是那么随便叫的。怎么说？当徒弟你还差得远呢。太好吃了！您再看看这道菜。熏肉，一般的厨师熏肉都用果木熏，我们也不例外。 但是我们除了果木之外啊，还放了一些红糖、独家秘籍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那个，就重点是这道菜，红薯啊。这不是普通的红薯，这道菜叫吃肉不见肉。啊？怎么个吃肉不见肉啊？你仔细看里面的薯泥，不是普通的薯泥。 它是用海南的东山羊肉和深海的鳕鱼肉搅拌而成，经过调味之后再塞进红薯皮，上锅蒸熟，所以看似无肉，一口下去，满嘴肉香。怎么样？好一道吃肉不吃肉啊！啊，肖师傅，不愧是冠军啊！你今天食材我非常的满意。哦，对。 我们会所的厨师长刚刚辞职，你过来帮我吧！啊，那个我的酬薪可不低啊！来，你看看这个，哎，哎呦，你们可真敢要价啊！我这个人啊，最喜欢贵的了。 听说你要结婚了，嗯，这里是10万块钱定金啊，算预支你半年的薪水。啊，这不合适吧？这年头最稀缺的不是钱财，是人才，就怕你觉得自己。 不值这个价啊！值，就这个价，就这个价啊！赵总，你这个鸟真能说啊！我这儿啊，鸟它都得是个鸟才，否则早拿去炖了。闲话不多说了，签合同吧。 来吧，张师傅啊，最近我要招待一批非常重要的金牌会员，你得多露几手啊，给大伙看看。您放心，不管是天上飞的、
地上跑的、水里游的，洗的都行。好，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您看这个，这多少钱啊？18000。这太小了，这带着包，没大点的。有。 您看这个，先生，这好看，这多少钱？这个28000。对呀，这挺好看的。就是，这买这戒指不像买核桃，这个儿太大了。有没有这个黄豆那么大的？哦，有。这多少钱？这个48000。啊，这好。怎么样？嘿，好。 这比刚才那大的还好，就它了。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说好了去游泳接我，你说话不算话。算了。 好了好了，行了，我去了。哎呦我天，差点把我摔死！哎，怎么样？干嘛？要耍流氓啊？我可告诉你，男女授受不亲。快点！你弄什么好东西啊？哎，咱可先说好了，你可不能吓我，不然跟你没完。要不要给别人了？ 喜子，抢银行了！抢什么银行啊？我跳槽到一个私人会所当厨师长，年薪20万。20万？对。我发大款了！哎，喜子，你可别骗我啊，我可脆弱的。这辈子最大的优点就是不会骗人。为什么？回家。回家，走。哎呀，幸福来得太突然了，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呢。 这大钻戒，不能随便给人家，眼睛好不好？阿姨，阿姨，我爸说了，结婚得用不少钱，您留着用。哎呀，你说你们自己收拾多好，你说。哎呀，不过你们年轻人手脚大，还是我替你们管着吧。对对对。那什么，改日啊，我托个人选个良辰吉日。 再把你爸爸约出来见个面商量商量，就把你们的事儿啊定下来啊！好，太好了。那个，我爸还说了，婚礼您想怎么办都行，我们就照做。哎呀，我呀，我是最没有说到的人了。阿姨真好。啊，我出去一趟。啊。哥，哎，哥，洗子今天下厨，你不在家吃饭呢？我有事儿。 得了吧，你又能怎么样？我早就说过吧，你妈这关总算过了。你看你哥对我那样，他老嫌弃我说我是个厨子，说我是那股葱油味儿。我闻闻，嗯，还真有呢。这哪有？<笑>厨子怎么了？吃货配厨子，绝配。<笑>你娶的是我，又不是我哥和我妈，那么在意他们的想法干嘛？ 小妮，占没心没肺的真不好找。你才没心没肺！不，我是说，多愁的事儿你都能给消化了。你就是我的健胃消食片。那好吧，我做你的健胃消食片，你呢就负责一辈子填饱我的胃。这太容易了，我的长项就俩，一个是做菜，第二个是给你惊喜。光喜就行了，惊咱就免了。 线索非常简单，境外一个走私团伙最近要跟一个代号为 L 的人接头，向境内走私珍稀动物。完了，没了，这也叫线索啊？头，这还是费了好大周折从圈内人嘴里套出来的呢。这山货商人个个做事谨慎，他们只跟圈里人打交道，外人很难介入。是啊。
咱是大海捞针，就算是吧。头啊，咱现在去哪儿？有村民举报，在他们隔壁的出租房里边散发出很大的臭味，咱们去看看。既然想大海里捞针，总得撒网吧。 这么重的皮子味儿，还有骚臭味儿，里边肯定有货，破门而入吧。光有货不行，得人赃俱获。老乡，哎，这家主人常回来吗？搬了没几天，没看过他几次。哦，那知道他多大年龄，有什么特征吗？40多岁，牙特别大，好像姓李，大伙都叫他李大牙。哦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队长。 姓李不会是挨了吧？也许是巧合。从现在开始，蹲守李大牙，安排值班。那他要是个把个月不回来，还一直蹲着？哼，这地下有人扫，不是不回来，只是没人看见。哎，你个厨子，不用这么大动干戈啊！ 你现在可是高级白领，得注意自己的身份。快点，有人来不及了。还等一会儿呢，等会儿你打车去啊。哎呀，太好了，我正好要招待重要客人，你帮我预留5位。5位？哎呦，您这有点太为难我了。我实话跟你说吧，哎，我要招待的这几位可都是重要人物，今后有你我用得到的地方。哎，是是是，李总啊，咱们会所有100多会员。 这大王宴呢，最多只能精选出20位，您要这么多名额，我是没法向其他老朋友交代。这样吧，我给您增加到3位，这已经是极限了啊。行，招工爽快，咱们回头见。好的，好的，等我电话啊。好。慢走。这个会所生意可真火，他那的东西贵得要死。这次大王餐，你猜每位多少钱？ 88,888。啊，这么贵？赵老板深谙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的道理。他的会员个个都不简单，不是大企业家，就是各界要员。不仅是身份面子的问题，而且还可以借此机会扩充人脉、整合资源，这都是一顿饭的潜在价值。吃顿饭这么复杂呀？李总，三人。哎，赵总。 这个菜，喂，张老板呀，哎，是我，哎呀，给你打电话当然有好事了，啊，咱就不多说了啊，具体时间呢，我到时候通知您，好吧？哎，好，就这么定了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哎，哎，张老板，娘。 赵总，这个菜谱我仔细看过了，手抓肉和吃肉不见肉这2道菜，都属于家常菜，周代重要的客人不合适。我其实拿手的啊，这2道菜必须有。哎，这是不是家常菜呀？取决于食材。啊，对。那您是用什么食材呢？鸡鸭鹅、猪马牛，还是狗鹿兔？ 现代人口味可刁了，您不会是要吃汤姆和杰瑞吧？什么汤？汤啥汤啊？就知道吃。他说的是猫和老鼠啊！你说我开这么大个会所，我能做那小儿科的东西吗？啊？看来你还是不了解我。我是老板，你是厨师。 我买什么你做什么，啊？我呢负责给你提供新鲜的食材，你负责给我烹出最鲜美的味道 ，OK？ 嗯，是老板。哎，到底是什么食材呀？
大王宴，不会是吃老虎肉吧？我可什么都没说呀、啊。肉是大的啊，不是，这不是老虎肉，这是牛肉。我不问哥呢。哦，你们这干啥？啊？对，刚才听电视里说老虎什么的，就问。这要是情节轻重啊，如果情节特别严重的，要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，还得罚款。咋的？你还想以身试法呀？没有没有，你洗的胆儿最小的，哪敢干违法的事儿啊？是不是？吃菜，吃菜。哥，喜子连我都怕，更别说还敢吃老虎肉了。吃肉。李大洋，师傅，哎呀，队长是牛皮，大妈，收牛皮犯法吗？你弄这么多牛皮干什么？做皮鞋不行吗？那这狐狸皮也是做皮鞋用的吗？狐狸皮是做衣服的，牛皮、羊皮是做皮鞋的。队长，豹子皮，你闻闻，刚宰杀的，一个月之内。不怕我跟你说吧，这是前天我去农村说的笨狗皮染色成的假冒皮，你们顶多呀，也就给我定个假冒伪劣罪。你这手艺不错呀，这豹子皮的背部是深色的，肚皮是浅色的，这毛梢和毛根颜色一样。哎呀，你这个假的做的比真的都像啊，啊？天喜回来了，咱下山。爸，我回来了。呀，江叔来了，冠军回来了。什么冠军啊？跟您面前，我哪敢班门弄斧啊？爸，没吃呢吧？要不然我点俩菜，你跟江叔整一桌。怎么样？整两桌？整就整，谁怕谁呀？喝。哎，爸，你们吃着啊，我收拾收拾厨房去。盐放早了，火候重了。哼，你是嘴刁，吃不到美味，这素菜能香到哪儿去？我觉着孩子炒的不错。你要求太低了，素菜炒出食材本身的味道，那才叫本事。动手的永远也赶不上动嘴的呀！你不教人家，人家自己熬到这个程度，不赖了，知足吧。知足能进步吗？你当了一辈子厨师了，这点事儿还不知道？干咱们这行，越往上走越难，拼的不是厨艺，是厨德，他差远了。那你就教人家呀。别把那些小事啊总记恨在心里，孩子有孩子自己的道理。哼，他把我都骗苦了，我能不记得吗？你要不摆老子架子，孩子可能就不骗你了。你找找自己的原因，你个老顽固。来来来来来，喝喝喝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啊！我给您留3个名额，好吧？好嘞，好嘞，就这样。好嘞，好嘞。赵总，赵总，那个，
厨师长，我不干了，把钱还给您。什么理由啊？我还年轻，违法的事儿不想干。谁让你违法了？贩卖野生动物违法，我要帮您烹饪野生动物也违法。谁让你做野生动物了？啊？反正就是不想干了。那钱。这不是我给你的那张卡呀！啊，对，都给花了，这里边也是10万，我都凑上了，您可以查。张子，哎，我数学不好，你把小程师傅的合同给拿出来，你给算算，他单方面违约应该付给我多少钱啊？定金的双倍。20万，啊！这，赵总，像我这种水平的冠军，满大街都是，您这是何必呢？你是冠军还是屌丝，关我屁事儿！我相中的是你们家的那个菜谱。赵总，我跟您实话实说吧，根本就没有什么祖传秘方，那些都是我从网上荡下来的。您可以上网查。我说嘛，这祖传的菜谱哪儿那么容易就抖了出来呀？小子，知道耍我的后果吗？你是不是没挨过大哥的打呀？赵总，我承认我这个牛吹的确实有点大，但我真不是故意想忽悠你。您是大老板，我是个小厨子。打我太浪费资源了，我诚心诚意的给您道歉，对不起。这有些事儿啊，它是争来的，不是求来的。在大王宴上，你亮亮你们家的祖传菜谱，你就自由了。要不然呢，交足那20万的违约金，你也自由。这赵总，就这钱我都是东拼西凑才凑齐的，哪有那么多钱啊？嗯，那你就选另一条路啊。真的没有什么祖传的菜谱。回去问问你爸。哎呦，爸，您看我到底有没有啊？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？不是，我听一个老朋友说的，您到底有没有？是真的假的呀？真的又怎样？假的又怎么样？不，到底有没有啊？我告诉你，没有食材，菜谱就是废纸一张。啊？咱们家真有做老虎的菜谱吧？哎呦，爸，太棒了！你把菜谱给我，咱们按牛羊肉，咱们试一试。爸，啊，爸，爸，爸，你个老顽固，你吃素，全世界就都吃素啊？你来，小苗，现在去照婚纱照。哎呀，我有事儿忙不开，忙不开就是忙不开嘛。队长，挖第三尺了，没什么线索。大海里捞针，该捞还得捞。是。交足20万违约金，交足20万违约金。
碗，上哪儿偷去？这个菜谱，老爷子视为生命宝贝。他要是知道我拿出来送人了，一定会扒了我的皮。20万块钱换你一层皮，不值吗？菜谱给你了，但是我不会帮你做，你另请高明吧。这赵丹的抓药是容易，不过咱俩这账怎么算呀？你算是合作呢，还算是违约呀？钱我都还清了，菜谱也被你骗走了，我就自认倒霉吧。骗，这字儿太难听了。刚子，哎，把小程师傅那卡还给他。不是自己的钱，花着不踏实。嗯，有骨气。我能走了吗？送客。吓我一跳！程小胆儿，你不就让我们把人吓死吗？吓你也活该！谁让你连给我拍婚纱照都敢忘啊？走！干嘛？走吧你！干嘛？干嘛？预定出了11位，定下开演时间，立刻通知你。好看吗？棒。你继续试。我打个电话啊。喂，哎，你好，是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吗？你好，有什么事情可以帮你？我要举报。好，好，嗯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说，你到底有什么事瞒着我？没什么事。3 2 1.5，你真的没事？你，哎，小苗，你听我说，我告诉你，我对你没有别的要求，就希望你不要骗我。我没骗你，不要跟着我。喂，吴老弟啊，嘿，什么事儿啊？男的女的，多大岁数？好，知道了。咋样了？
光哥，这菜谱里面有几味调料用的是暗语，一定是菜谱的主人怕流落到外人的手里埋下的字谜啊。字谜能难倒我呀？杠子，去找几个中文系的博士生来。好，光哥，没那么简单，这字谜都是本家人口传下来的，没有任何规律。这客人我都订出去16位了，大王爷马上就要开席，你让我咋办？总不能上生肉吧？那实在不行，我就照猫画虎，用我做熊掌的菜谱做虎肉。做生意最讲究的就是诚信，知道吧？别小看那些食客，哪个不是吃遍了山珍海味啊？那口味刁钻的厉害，你想毁我口碑啊？不是，你怎么想的你？这赵丹的抓药也没那么简单呀。这怎么回事？我做皮货生意，给顾客发货不是很正常的事吗？把它藏在墙缝里也正常吗？我是怕老鼠给啃了。谁是老鼠还不一定呢。发货单上的人我们都联系了，猜猜人家怎么说的？嘴长在人家身上，人家想咋说咋说，但法律是依靠证据说话。你的嘴长在你身上，好好说说你的货都从哪儿来的。没什么说的，你们有什么证据就依法给我定什么罪好了。你想钻法律的空子跟我们兜圈子是吧？那咱们就走着瞧。不是我想害你，我交出菜谱也是被逼无奈。喊啥呢？啊，没事，爸，我做了个梦，梦见鬼了。嗨，为人不做亏心事，不怕半夜鬼叫门。没事了，您睡吧。哎。做人做到这个地步，你真够丢人的。你虽然心眼小，但是不缺呀。你脾气好，但是也有啊。你不能让他们把你当劫这样给过了。他怎么回来了？这种小人物，把钱看得比命都重要，肯定是琢磨了一宿，觉得自己亏吃大了，反悔了。不信一会儿看他眼睛，准熬得跟个兔子似的。王哥，嗯，你看黑眼圈。哟，这都赶上国宝大熊猫了，一宿没睡吧？想一宿想通了啊？想了一宿，但是没想通。这事如果这么结了，我就太亏了。跟我做生意的呀，不亏的少。赵总，咱不绕圈子。你那事儿，我回来帮你，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嗯，这谈判呀，就怕开不出条件，能开出条件就有合作的可能。你说说看，大王爷做了之后，你把菜谱还给我。没问题，我这儿的菜单啊，永远不会重复。做完大王爷，你那个菜谱对我也就没什么价值了。一言为定。哎，等等，兄弟，你不是要结婚吗？啊，我为了表达对你的感激，我决定
把你那个结婚的酒席在咱们会所办。小老百姓消费不起。什么消费不消费的，我给你免单。那更承受不起了，小店里办踏实。哎，光哥，你怎么让他捡这么大的便宜啊？你懂个屁，谁捡了便宜还不知道呢。队长，你就是把那单发货单上所有的接货人都找来，你也定不了李大侠的罪。走私案讲究的是人赃并获，刚摸到的线索就断了。这境外的走私团伙随时可能交易。哎，这一大早的你站在那儿站半天了，干啥呢？我请了个老行家，肯定对咱们有帮助。喂，来了。他呀，他不是厨师吗？而且退休好多年了。哟，你认识啊？嗨，他是我妹妹男朋友的爸爸。有这么巧的事儿？看来你对你这未来妹夫不太满意呀。如果你有个水灵灵的妹妹，啊，非要嫁一个浑身油烟气的胖厨子，你能高兴到哪儿去？他乐意就行呗。行了，这事儿没落你头上，你怎么高尚都行。哎，不过我跟你说啊。这个老师傅可是林业局王局长推荐的，不简单。我迎迎去啊。阿文，阿文，油温高一点再放肉片啊。说多少次了？哎，老秦，来。配菜的时候葱花稍微少一点，这不是炒葱呢。好了，部长，贵宾来了，太太。这样，哎，到，把这个菜拍一下，我亲自炒。师傅，师傅，你看我这刀法怎么样啊？谁是你师傅？我就认准你当我师傅了。好，起来。从现在开始，留意他的一举一动。是，光哥。我判断他被宰杀的时间不超过一个月。而且从毛发的特点判断，这是一只纯正的云豹。嗯，大志啊，你的知识面不窄呀。嗯，薄皮剔骨的刀法，干净利落。除了老猎人，我没见过这种刀法。老猎人？嗯，当年跟我一个林场。一般的猎人。一个月用一把刀，用来断骨；稍好点的猎人，一年用一把刀，用来割筋；老猎人一把刀用了20年，都不用换。为什么？各种动物的结构，在他心里那是清清楚楚。剥皮去骨、肢解动物，都是按照动物的肢体缝隙进行。哎，不用蛮力。你看看，所以他剥出的皮毛啊，你看切口整齐。力道均匀，嗯，当然了，这我也只是从刀法上怀疑老猎人，也可能另有其人。因为据我所知啊，多少年前他就不干这行了。啊，程叔，那在哪儿能找到老猎人呢？哎呀，这个20-30年前我们有来往，现在早已经没了音讯呐。喂，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吗？哎，我上次举报那个会所吃老虎肉的事儿，你们调查的怎么样了？我们正在调查呢。你们得抓紧呐，他们现在正在凑人数，说凑够20个人就要开宴了。好了好了，就这样吧。好好好。跟我玩他还嫩了点儿啊，光哥，要不要？
你怎么就知道用暴力解决问题啊？给我动动脑子。那小胖子是容易解决，你会给我做大王宴啊？这古书上人们都说，人尽其才，人无完人，利用他的优势，规避他的弱点，懂吗？还是光哥有文化呀。哎，现在人们不都说吗？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流氓有文化。兄弟，出来混社会，多读点书是有必要的。是是是是。师傅，就这儿，别叫我师傅。哎呀，这么大个酒店就备这些料啊？光哥说了，咱们这儿啊，菜禽肉蛋都要当天购进，确保新鲜。这儿呢，只是储放一些空运过来的昂贵的干条啥的。我们现在给你坦白从宽的机会，希望你珍惜。你少给我来这套小儿科的把戏，啊！老子不吃这一套。你既然不珍惜这个机会，那我们就直接找老猎人好了。有把握吗？万一这李大牙真不知道谁是老猎人，怎么办？兵不厌诈。来人呐！我要埋伏。呵，偷着练。行，不错。要想当一个好厨师啊，就得从刀工练起。嗯，想当年我在帝都厨艺学院学习的时候，切厨切了一年。啥？师傅，你是帝都毕业的？怪不得这么厉害呢。帝都那可是我最高理想啊。哼，当年也是我最高理想。就为了这最高理想，我们家老爷子到现在都记恨我。为啥呀？我妈走得早，我爸一人辛辛苦苦挣钱供我读书，他一直希望我考个工学院，学理科，毕业以后呢进个实验室什么的。可是没想到呢，我偏偏继承了他炒菜的这个天赋，就喜欢围着锅台转。老爷子硬逼着我给我报了名，考工学院，没想到真考上了，把老爷子乐得够呛。那你后来就上工学院上学去了？我去那儿我还现在能炒菜吗？后来我就背着我爸，偷偷去了我第二志愿，帝都厨艺学院。老爷子四年一直与我在工学院上学。那我师爷知道这事儿，气坏了吧？差点剥了我的皮。呀，不提这事儿了。看着啊，嗯。师傅，我跟你说，你切菜这姿势老帅了。你怎么不长记性啊？我告诉你，以后要再叫我师傅，我就把你切成片儿，剁成丝儿，串成串儿。嗯，别。哎呀，你也是个保护动物，我不能切你。哎，他们老板这儿是不是后台特硬？那必须硬，现在外面都查得多严了，谁没点后台敢吃这个那个的啊？哎呦，那挺吓人的。这万一哪天动物保护协会的要来查，我这正做菜呢，把我抓起来怎么办啊？我还没结婚呢。师傅，你就放心吧。就上个礼拜，还有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在咱这过的生日呢。据说那小子跟他老板是哥们儿。啊？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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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啊是我们会所的程厨师长，有什么情况可以向他了解。你好。这几位呢是咱们市动物保护协会的同志，他们接到举报说咱们会所呀宰杀售卖野生保护动物，所以来突击检查，配合啊。
请。哎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我是动物保护协会的副会长，我姓吴。哎，这位是我们的王会长，那位是小张。哎，我们要了解一下情况，你有什么，请如实说。好。啊，请。那个，首先，我向您保证，您肯定收到了假的信息。我们怎么可能干违法的事呢？我们怎么可能贩卖野生动物呢？我们要例行检查。好，我们一定配合。赵总，我们配合就行，你忙你的吧。行，没事没事。随便查，冰箱、橱柜，所有食材都可以查。但是查之前，我要声明一点，我们的业绩和口碑是用我们的汗水换来的。对面那几家酒店一直嫉妒我们。我就知道。一直在边境上做走私生意的艾洛，绰号就叫老猎人。经大伙传，他做的可都是大生意。他经常在哪儿出现？你们警察都不知道，那我就更不知道了。老猎人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。那你不知道他在哪儿，怎么交易啊？向来倒是老猎人主动联系我，绝不让我多问一句。但听说老猎人侄子好像开了个饭店。专门经营野味，饭店叫什么名字？不知道。地点？我真的不知道。那他们什么时间和境外交易？我只知道最近，但具体时间还轮不到我这个层面的人知道。说白了吧，我就是他们的末梢神经，血还流不到我这儿，现在更是神经末梢坏死了。你少油嘴滑舌的，你能确定？交易的是孟加拉虎，原计划是，因为老猎人说过，让我留意虎皮的买家。货来了，都是老猎人宰杀吗？他轻易不动手，听说只有云豹、老虎之类的大货，老猎人才肯亲自操刀。赵总，我是来跟你请罪的。何罪之有啊？那个，给那个动物保护协会举报电话是我打的。不能够啊！你能干出这么糊涂的事儿啊？主要是有点私心，我以为打完那个电话，把这事儿一捅出去，大王爷也就做不成了，菜谱也就还我了，我也就自由了呢。那你看见那些检查人员咋还帮我说话呀？可是后来我一想。你开这么大一会所，这点小事肯定能搞定。再说他们检查都是走形式，胳膊拧不过大腿。我想好了，以后跟赵总好好干。哎，这就对了嘛。其实你在电话亭里那些所作所为啊，我早有了解。啊，不过你能够来主动承认错误。说明你很有勇气。我这个人呀，很爱财，但是我更爱人才。你能给我带来财，你就是我的人才。好好干，大哥，我不会让你吃亏的。谢光哥。哎，你婚礼的酒席就在咱自己家办吧。咱自己家有条件办，你非出去办，这传出去多让大哥我没面子呀。那个酒席都订好了，定金也交了。定了可以退吗？那损失的定金算我的。别别别，那个亲戚都通知了，请柬也发了，太麻烦了，啊！只是一家人团聚，住在这店里还不是一样有漂泊感？说出来，我去，我去。哎呀，喜子来了！阿姨好。哎哎哎，妈。要是有人找我，就说我不在。哎，这你们俩闹别扭了。那个我找大哥。找我？啊，大哥，能不能找你单独谈谈？没问题。说完了，就这样。这事当真？哥呀，看你说的，我有几个胆啊？拿这事往这儿敢开玩笑啊？这事儿非同小可，绝不能大错精神。哥，我
我是警察，你是个厨子，咱们俩怎么能想到一块儿去呢？有点碰巧了。不，哥哥，你说的对，我听你的啊。哎，我发现你身上啊，还真具有那个卧底的潜质。好好看。能不能好好说话？哎呀，这是我们家。哎，你不是帮我，你是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哥，这道理我懂。保护野生动物，人人有责，所有生命都有权利生活在这个叫地球的星球上。赵光，如果要给你办酒席，你就答应下来。哥，你是在考验我。放心，我明白，用乞丐我都能想出来。这小子是想利用我，我不能干。既然他在利用你，咱们就将计就计，看看他到底唱的什么戏。是真的呀？哎呀，哥，我这辈子就结这么一次婚，这就整不乱七八糟了吗？再说这么干，也就对不起小苗啊。那法律呢？正义呢？那我就是个厨子。现在娶小苗高于一切。哎呀，瞧你点出息啊！听我的，如果他再找你的话，你一定要答应下来。啊！现在对于你来说，厨子和英雄的距离只差一步之遥。你能不能赢得我妹妹、我妈妈，包括我的敬重，那就看你的。哥呀，这往前一步是死。往后一步也是死，你这是跟我使大招呢？你们在搞什么呢？是没听见？你们家还真有一个做老虎的菜谱啊，这事儿也不小啊。哥，这事我得跟你解释清楚，那个是祖上传下来的。再说我爸都吃素很多年了。这事儿先放一放，等端教会所再说。端掉了也不用说，哥，我爸人可好了。听说你爸挺传奇的，跟我说说你爸的故事。传奇？算了，看来呀，你还没我了解的多。下棋下都下不明白呢，不哥。干啥呢？哎，阿姨，苗儿。明天咱俩拍结婚照去吧。不去。哎呀，去吧，喜子都请好假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再不嫁的话，小秀肾家里边。喜子，明天带她去。是哥，太给力了。哎，好像男士用嘴巴呼吸一点点。哎，很好。哎，我说男士看这边。哎，啊，看我。哎，很好。哎，不错。哎，来来，靠近点点，没事。哎，很好，两个手抓耳朵，哎，不错啊，别求饶，哎，很好。师傅，哎，师傅，看着今天挺高兴啊。那是，要当新郎了。哟，师傅，那我师娘是干啥的？是你师娘，你看你不认我，早晚我都得认。当然应该认你师娘，危险。那你，她比较凶嘛。江叔，嗯，给我坐会儿。好，陪你坐会儿。江叔，你给我讲讲我爹的故事行吗？你爹怎么了？都说他挺传奇，他为什么金盆洗手不干厨师了，而且一直吃素？那你为什么不直接问你爸呀？您觉得我跟我爹能沟通吗？你爸年轻时候最擅长做肉菜，尤其擅长做野味儿。他和老猎人是一对绝配的搭档，一个狩猎，一个烹饪。
那时候在山花林场，谁要能吃上他俩亲手整的野味席，那相当有面子。啊，哎，老猎人是谁啊？就是个猎人，狩猎剥皮剔骨的刀法了得。那一年正赶上自然灾害，饿死不少人。你爸和老猎人上山打猎整吃的，结果不小心掉进雪窝子里。他们困在里面三天三夜，本来以为死定了。阿旺，快去，快去啊！回去找人，快去找人救命！阿旺，阿旺是村长家的狗，上山找吃的，发现了他。后来阿旺把村长他们引来了。快，阿旺来了！快呀，往下扔绳子！来，我救阿旺来！那是阿旺救了他们的命。是，没多久，这条狗在山上踩了老猎人下的夹子。夹住！阿旺！嗨！你干啥？他救过咱俩的命，再让他救一次吧，不然的话，咱们都得饿死。大哥呀，求你了，放过他吧！天哪，这是人干的事儿吗？从那天起，你爸就封刀洗手，再也不做肉菜，不做野味了，从此吃素。你们家厨房再也没沾过血腥。叔，你知不知道我们家有本祖传的菜谱啊？我当然知道，也被你爸封在箱底儿了。啊，这我一点都不知道。那时候还没你呢，你妈是个烈女子，你爸不当厨师，家里一下子断了生活来源。你妈跟你爸出去给别人出苦力，后来得了病，早早就走了。唉，其实啊，就是累死。我明白了。为什么我一说要学厨师，我爸就气成那样？其实你爸也不完全对，每个人对食物的理解不同，也有选择食物的自由。其实你爸不应该把他的观念强加在你身上。不，你怪我，我应该试着多理解理解我爸。L 是多起跨境走散的重大嫌疑人，他的手下已经相继落网，但他很狡猾，为人低调。行踪多变，经常化妆成老百姓躲在乡下，所以一直没有摸到他的人影。现在基本确定，程师傅说的老猎人，就是李大牙说的边境走私犯 L， 也就是私人会馆老板的叔叔。中队啊，你妹夫提供的线索太有用了，我看看，咱们就从私人会所找出包裹。哎，不是妹夫，早晚的事儿。行了，马上带人监视老板的一举一动。是。掉进去了。咦，啥时候事儿啊？有几天了。那他会不会在里边把咱给兜了出来啊？计划要不要取消啊？你慌什么？你手里有好几步棋，等都用完了再撤也不迟。叔啊，我没明白您这说的啥意思。你呀，你真差得远呢。你得主动找事吃，不能为什么你吃什么。叔啊，我实在是没想明白，你给我发那三张照片，
啥意思，所以我这不特意来问问您吗？你呀，你不知道的事情多了，你。哎，是是是，那个缉私警察，他是成天缉私大舅哥，就是他逮的李大牙。本来嘛，那个胖厨子倒没什么危险，可是现在那个缉私警察掺和进来了，再加上那个老程头，哎呀，这个程老头我了解他，他心思缜密，而且不是一般的顽固，他们现在三个可能是已经联手了，这就成为咱们最大的威胁了。您真是不出茅庐，便知三分天下，厉害！长脑子干啥的？不是用来光为数钱的，还得想事儿。啊，对对对对对。那预定的人数还差多少啊？啊，还差五位就凑够20个人了。这人数不是问题，关键是安全。我这次特别谨慎，只从金牌会员里边挑选，而且让他们觉得一位难求。这叫营销策略。经营啊，我不懂。你呀，你就这点价值。啊啊，是是是。那叔，那我下一步该咋办啊？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赵总，哎，来来来，坐坐坐，来呀，坐这儿坐这儿，不，来来来来，就这儿，你来吧，来，哎，坐坐坐坐坐，来尝尝，这是今年的新茶啊，味道确实不一样，嗯，新新，我这个人啊，对入口的东西非常讲究，不论是茶还是各种食材。啊，嗯，哎，这大王宴的佐料准备怎么样了？基本都准备齐了。什么时候开席啊？因为有些调料吧，得提前腌制，24小时，太短了那味儿不行，它拆长了也不行。啊，你确实很专业，不过这客人呢还没凑齐，日子没法定。这样吧，佐料你先备着，一天备一份，用不了就倒掉，重新再配。嗯，那个赵总，到时候那个什么时候，我得在场，因为我要取血，血吧得出来以后马上放在盐水里搅。啊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就具体操作的事我就交给你了。还是那句话，我负责给你提供最新鲜的食材，你负责给我烹出最鲜美的味道。放心。定金，数数，什么定金？你在人家饭店结婚酒席的定金啊，我给你退了。啊，赵总，这不合适吧？我女朋友那边我没法交代。咱们这儿比那边档次高多了，我相信你能够解释。去。啊。好茶。黄哥。这小子演得不错。我这个人啊，就爱看话剧，演得越像，越刺激。什么？结婚地点改了？哥，你开什么玩笑？胖子，是你的主意吗？不准撒谎，老实交代。三、二。哎呀，你逼他干啥呀？哥。你不对劲儿啊，你不是一直嫌喜子是个厨子吗？怎么现在180度大转弯，总替他说话？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，到底有什么事儿瞒我？我还是跟你说实话吧。别搞我！你给我滚来！你不许瞎说啊！哥，我有数。那是这样，我们老板他说他给咱们办婚宴，费用他出，而且偷偷的把咱们订的酒席给取消了。我吹牛吹大了，
我说能做得了你的主。你能做得了谁的主啊？你不是我省了钱，省钱不是咱们自己的吗？对了，省钱才是硬道理。喜子，你不用听小苗的，阿姨顶你。是，喜子，哥也顶你。谢哥。你们两个都被这胖子灌了什么迷魂药啊？都替他说话。你说个痛快话，嫁还是不嫁？快点的。哎呦，你还扭上了？你跟我玩激将法是不是？不是，看我怎么打死这些将领！爸，我回来了啊。爸，进来。爸，把菜谱还给我。那菜谱是炒菜用的，你压在箱子底儿有什么价值啊？还我！反正我是老程家第四代单传的后人，继承菜谱是早晚的事。你敢打菜谱的主意，我就敢断掉你的胳膊，让你断不了马勺。爸，您至于的吗？你干脆杀了我得了。你以为我不敢呢？爸，你要杀，您现在就杀。我惹上大麻烦了。您不杀，也有人杀我。哎，我说喜子，什么时候你还想瞒我呀？你瞒得住吗你？爸。爸。我知道你一直生我的气，生了好几年了，咱爷俩一直也没机会像这样一块能唠一唠。我憋了一肚子话要跟您说。我也知道，你一直想让我按照您的要求去生活，可是我有我自己的理想，我不想完成您的生活续集，我有我自己的剧情。你把老子骗得那么苦，你还有理了？我要早跟您说了实话，您能让我念完帝都吗？我压根就不喜欢您给我选那个专业，什么实验室我不喜欢，我就喜欢围着锅台转。爸，您知不知道，人这一辈子工作如果是自己的喜好，那是多幸运的事儿啊！今天江叔给我讲了您以前的故事，我打心眼里佩服您，您是我心中最爷们的男人，最有爱心的厨子。哼，我那点事儿算不上。爸，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您跟我说的那句话。厨艺拼到最后，拼的是厨德。您放心，不管什么时候，我都不会给老程家丢脸。哎，你没啥危险吧？有大舅哥呢，警察。哼。为了彻底打掉这个走私团伙，我们做了周密的布置和细致的安排，里应外合，可以说是天罗地网，就等着他们冒头了。嗯，你妹妹知道吗？哪能告诉她呀？她是个大喇叭，再说了，她哪会演戏呀？还别说，我那个笨妹夫啊，那演技还真不赖。这伙人啊，心多手狠，是惯犯，并且社会关系都很复杂。程天喜啊，是一个非职业卧底，他的处境十分危险。是啊，我只想着破案呢。他不专业呀，万一有个闪失，我妹妹可成寡妇了。呸！说点吉利的。他要是真有什么闪失啊，咱们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一定要保证程天喜的安全，他要出什么事儿，我拿你试问。是。哎哎，大伙儿听我说，起来起来，那个明天可是我师傅大喜日子，大家都卖点力气啊！阿金，你那个葱花一定要少放，我师傅都说你多少回了。你，谁是你师傅？啊！我告诉你，再胡咧咧，把你的舌头当口条炒了。师傅要炒也别炒我的，马金，马金来，你他的口条大，炒他的。他口条大是大，但是太黑了，还得找你呢。好的，好的，哎呀，干活去，干活去。哎，来了。哎呀，叔。苗然。嗯。叔，您找我有事儿？哎，里边坐。哎。
苗啊，叔跟你说点事儿。当年我跟喜子他妈结婚那天，喜子他奶奶把这个戒指送给了喜子他妈，喜子他妈没福啊，走得早，没赶上你们俩办喜事。今天我替他把这个戒指送给你，别嫌弃啊，这是我们程家媳妇祖上留下来的。我们程家几代都是厨子，没啥大出息，嫁给程家的女人都不图荣华富贵，希望过平安日子，但是她们个个都不是简单的女人呐。苗啊，来，叔，谢谢您。小姐，退货的话需要扣除镶嵌工费和各种手续费，也就是折合钻戒价格的20%。啊，这么多呀？咱们信誉卡上写的非常的详细，您还办理退货吗？退。哎，哥，喝这倒好，健康。这个解渴。哎，哥。嗯。他们现在真确定要在我婚礼上动手啊？很有可能，要不他能花那么大的血本给你办酒席？我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我的婚礼完了。喜子，如果你不想干了，或者觉得有危险的话，那我们再想别的办法。有别的办法吗？还没有。但是我们警察不能拿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做赌注，真的会有生命危险吗？这不好说，喜子。但是我可以向你承诺，在关键的时候，我们会用生命保护你的安全。人民警察真伟大，干我们这个的，必须的。那我虽然是个厨子，那我也是必须的。你不是必须的。是我的良心跟我说，必须的。喜子，这会是一个空前绝后的特殊婚礼，会非常有意义的。得了吧你，你婚礼是让你杀只老虎，你爽啊？放心吧，明天结婚的时候啊，我们会分散在你的周围，随时配合你，相信我。那你得保护好我爸，哎，你妈，我媳妇儿，还有那么多亲戚朋友，别出事儿。你就放心吧，啊！行，我信你。那我就把小妹交给你了啊。真不少啊，黄哥，要不要弟兄们？哎，咱们的客人到怎么样了？还差一个，李总一直联系不上，不能再等了，走。一拜天地。对拜。
到咱们这位新郎官娶了身边这位如花似玉的新娘，激动的满脸是汗，将来一定是位气管炎了。下面请我们的两位新人互换结婚信物。我把钻戒给退了，我还是喜欢这四个九的黄金。里边还真挺热闹。我宣布程天喜、钟小苗婚礼庆宴现在开始，请两位新人退场换装，稍后呢为大家敬酒，希望大家吃好喝好。你喜欢这衣服，都咱俩敬酒去啊。哎，师傅，那个光哥找你。现在啊。我成了是不是？你干什么呀，师傅？过来，穿上，穿上，穿上。哎，来来来，进来，快点，来来来，上车，上车。找程天喜师傅吧，你看着他了吧？快！哎哎，老板，我这婚结了一半，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哎呀，你说我花销这么高，帮你办个婚礼，哪能让你结一半呢？放心，我这次接你去昨晚大王爷，我就送你回来，继续结你的婚。啊？别给我玩那些小手段，你们所有的行动都在我的视线之内，我这招叫将计就计。这招应该叫调虎离山。书不能白看。你这不好，我告诉你。证据都吃到肚子里了，你拿啥告我？程天喜被他们劫走了，根据掌握的情报，肯定转移到了孔雀山庄。走，去孔雀山庄。朝鲜了，那个地方上哪给你打电话呀？我一下飞机就过来了。哎，我说你可不能把我扔下呀。哪儿？孔雀山庄。好，马上就到。
老板，客人已经在山庄等着。啊，你们就不怕犯法？你们，你是不是特别奇怪，我为什么非要把你弄到这儿来呀？什么佐料发酵，什么趁热取血的，你以为我能信了你那些鬼话呀？实话告诉你，我呀，就是想让你亲自动手。只要你的手沾上了血，你就脱不了干系了。至于你做了什么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大不了辞了你这个不良厨师。你这个妻子太好使了啊！家里有祖传的菜谱，有警察的大舅子，还有能够掩人耳目的婚礼，太完美了。我跟你拼了，这个骗子！哎呀，好啊！想不到30年以后能和当年神厨的儿子合作，好，好啊！做梦吧你们！我不会跟你们合作，吃野生动物可耻！你哼，这个恐怕由不得你了。正午了，下午。沾满了不少血腥，欠了不少条命，也就不差你这一条了。喜子可是英雄，以后好好对他。一人打仨，那怎么不早说呀？赶快呀！这都伤成这样了，还不赶快送医院？哎呀，急死我了！太大了块，小点块，太大了。慢小的啊，来，哎，乖，在哪儿呢？吃了呀你？都没找着啊！你太小了你，弄个那卡着嗓子眼，大小合适的，都真笨呢。嘿，姐还不伺候你们呢。干什么？快跟你闹着玩呢。你们，哎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你好，陈师傅，我们是晚报记者，给我们讲讲当时啊，您是怎么倒下救猛虎的呀？是啊，陈师傅，听说当时特别危险，您给我们讲讲吧。不是，等会儿，你们先等一下，我先帮他收拾一下。快，他，
事情是这样的，当时有女的老虎，她拿一个西瓜，是从我们家一本菜谱说起。我太爷爷是宫里的御厨，深得皇上的喜爱。当年皇上赐给他一个称呼，叫御厨。后来我太爷爷退休了。陈叔，来了，程天喜呢？喜子，喜子跟小苗看老虎去了。哦，那哪天咱也拎点肉去看看他，这家命大呀，必有后福。你就知道肉，从现在开始戒肉了。我戒肉倒行，可是人家老虎是食肉动物，总不能喂它草吃当羊养吧？来，就，请。你看，好精神啊！真不愧是武大王。老虎这么看挺可爱的啊。看着它这样走来走去，真好。哎，给你的小孩，每个星期都带他来看老虎。好啊，希望我们的孩子，我们孩子的孩子都可以看到他。有我们在，肯定行。